一夜之间，小区内多户居民误骗失窃，警方抽丝剥茧，不断追踪目标，嫌疑人却一次次踪迹不见。缉盗过程频繁出现意外状况，疯狂盗贼何时才能现身？持续追踪，一线正在播出。2021年12月18日下午，山东省滨州市的宋先生来到自己家的储藏室，当他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出现了点问题，钥匙打不开，然后用力之后掰了掰，才能弄开的这个锁。宋先生并没有在意门锁出现的小故障，可是当他进入储藏室后，眼前的一幕让宋先生吃了一惊。打开门之后，然后在那个架子上有几箱酒啊，一看那个酒没了，我开始以为是家里人拿走了，然后我给我老婆打电话，我问他是不是他拿了，然后他说没有，我一看，哦，被盗了，锁又刚开始打不开，就被偷了，可能。接到报案后，滨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入室盗窃，要么爬窗，窗子这是不可能的；再就是暴力破锁，用锁没有破坏，然后就是暴力破坏门，破坏门，门也没有被破坏，肯定就是技术开锁。警方在现场勘查中发现，储藏室里的物品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存放在储藏室里包括高档酒水在内的一些贵重物品。那么警方在现场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呢？通过因为我们细致的现场勘查，应该是会提取到指纹的，但是通过现场的指纹排查都是呢住户自己的，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就是没有嫌疑人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取到呢？就是因为他做的很干净，应该是老手了，新手他到现场一看，他做的确实很不利落，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小区里发生盗窃案的消息很快传开，与宋先生同一栋楼的其他业主纷纷到自家的储藏室里进行查看，结果又有三户居民发现自家储藏室里的高档酒水还有其他贵重物品被盗了。我们立即派员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细致的勘查，因为当时已经知道了被盗的有好几户，但是通过对这好几户的现场被盗现场，通过物证提取也好，现场足迹观察也好，没发现提取到有价值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新发现的三个被盗储藏室的门锁同样没有被破坏。经过对四个案发现场的分析，警方能够认定这四起盗窃案是同一伙人所为。一般这种呢团伙呢比较分工比较明确，有专人的放风，有专人的去开锁偷东西，单人的可能性不大。根据现场被盗的物品的数量来看，应该是大于两个人的，因为被盗的有这些高档的酒水，有四五十瓶吧，加起来的，还有高档的香烟，还有金银首饰，因为一个人他很难弄走的。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里四个储藏室被盗，那么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的具体时间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具体被盗的时间没法确定，只能是靠我们这个监控录像，靠失主、被害人他们的回忆，看最后一次去什么时间，靠这些然后锁定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那具体的时间没有。不经常来这个地方，大约半个月来一次吧，也就再说这个是负一楼，基本上没什么人。他说最后一次发现他们的酒水还在的时候，好像是13天之前，那是最近的一个时间。根据宋先生的描述，警方虽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在哪一天实施盗窃的，但是可以判断出案发时间是在宋先生报案之前的半个月内，并且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夜晚实施的盗窃。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案件一般都是在黑夜办的，在夜间办的，因为白天储藏室它不是这户就是那户有下去的人，他会看见，但是夜里呢，这储藏室是没人去的，这个我们判断是夜里应该是没问题的。警方发现业主的储藏室都在负一楼，整个负一楼不通电梯，也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因此无法准确锁定嫌疑人。接下来警方只能调取案发现场外围的监控录像，希望从中能找到嫌疑人的身影。有非常大的难度，因为时间跨度比较长，我们需要调取的监控比较多，然后需要分析看的点也比较多。警方对大量的监控视频进行仔细查看，与此同时另外一项工作也在有序地展开。当时怀疑是本地人，因为大部分的盗窃高档酒水的本地的居多，因为他熟悉这个储藏室的情况，知道哪个小区这比较高档，可能存在这些高档酒水，当时也是我们重点的一个侦查方向，本地人作案。当时我们排查呢，有那种专门盗窃储藏室的前科人员进行了排查，还有重点地区的人员，他们有没有来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了细致的排查，但都一一排除了。经过全面摸排之后，警方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那么在监控视频中警方能不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没梳理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想到过会不会是犯罪嫌疑人在这里边住，或者是在外边来的吧，在这里边租了一间房子，然后专门在里边作案。当时想到过有这种可能，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看他既然租了房子或者嫌疑人在里边，他会持续的发案，他肯定把下边的所有的储藏室他起码都会光顾一遍吧，他看一遍。但是我们自从接到那三户的报案之后，没接到别人的报案，这种想法立即打消了。因为还要继续坚定信心嫌疑人是外边来的，还要继续看监控。警方认为一定是外来人员进入小区后实施的盗窃，然后携带盗窃的物品逃离案发现场，居民楼单元门口的监控也一定拍到了嫌疑人进出居民楼的画面。视频监控是一定能看见的，没找出来没发现，只说明我们看得不够仔细，假设的条件不对，所以我们就继续梳理视频监控，一定坚定信心啊，一定能把这个嫌疑人作案人给找出来。开始第二次研判，就是重点研判的这种，虽然没有明显带着赃物离开，但是他有可能提着包呀或者什么样的容器去带这些赃物离开的嫌疑人进行了重点研判。警方再次对监控视频进行查看，结果在2021年12月15日凌晨5点多钟的监控画面中发现了重大线索。三个人陆续提着行李箱出来了，一共提着三个人分别提着行李箱，第一个人呢提着两个行李箱，第二人呢提着一个行李箱，第三人呢提着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我们通过监控去看着三个人的时候，发现有两名男子应该是体型比较健壮，身高在1米80左右，然后有一名男子身高比较瘦小，应该是在1米7左右。监控画面显示，三名男子拉着箱子依次从居民楼中出来，然后离开小区。三个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从监控画面中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长相。这三个人电梯里边没有发现，然后那时候5点多很早，电梯再往前梳理很长时间，就是没发现三个电梯啊，都没有发现有人下来。当时他提着行李箱的时候，那个行李箱压得比较往下压，看着比较重，
包括他背包的时候包里肯定有东西，为什么有东西呢？因为他背包的时候他身体是侧着的，感觉比较沉。根据对监控画面的分析，警方可以确定三名男子携带的四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中装满了物品，并且他们没有乘坐电梯。由此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三名男子对负一楼的储藏室实施盗窃，把盗窃的物品装满了行李箱和背包，然后逃离了现场，他们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他们拿着行李箱背着包，如果是出差或者出来旅游，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但是如果是出差旅游的话，他会在电梯里边下来。他你看，我们都是平常我们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是有可能把这个行李箱或者背包放储藏室里边了。然后你都是早上你在家里边下来，到储藏室很快用很短的时间去拿上再离开。但是这个这三个人出来之前三部电梯是毫不反应的，就说明这三个人就是在储藏室里边出来的。接下来警方继续对监控画面进行查看，结果又有了新的发现。再往前看，又发现了这几个这三个人的踩点过程。什么叫踩点？就是提前观察作案现场的过程。是12月14号晚上6:30左右，这三个人依次也是，他不是一块儿哈，一个一个的，两个人之间间隔4-5分钟左右，空着手，手里什么都没有，这三个人进入现场踩过点儿，然后踩点的过程大约有可能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到7点左右，这三个人就在楼里边又出来了。时间来到2021年12月14日晚上10:30，监控画面中再次出现三名男子的身影，他们依次带着行李箱，分别从三个单元门进入居民楼中。直到第二天凌晨5:30才带着行李箱和背包离开小区。这样吧，我们就确定了这三个人来准确的来的时间和准确的离开现场的时间。来的时间就进入现场的时间是14号下午6:30左右，离开的时候是15号早晨凌晨5:30。通过我们梳理监控，就因为这两进两出，结合这个电梯的里边的视频，这三个人两进两出都没有电梯的轨迹，视频轨迹。因为别的人出来了，电梯里边都能找到，就这三个人没找到，嫌疑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通过梳理这个监控视频，没发现有更可疑的，所以就把他们当成重大嫌疑分子进行专门的调查。三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那么他们离开小区后去了哪里？警方继续对三名男子的行踪展开调查。对这三个人后续的去向进行追踪研判嘛，然后我们又调取了小区周边有一个银行的监控录像，然后看见这三名人员分别乘坐不同出租车离开了现场。第一个嫌疑人出来之后，他打一辆出租车，然后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另外剩下两个嫌疑人又坐另一辆出租车走的。经过调查，警方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所乘坐的两辆出租车的司机。他们说这些人在车上一直是戴着口罩，无法确定体貌特征，只能确定是三名男性，口音是东北口音，不是当地口音。出租车司机给我们反映的只有这些，没有别的有价值的线索。虽然没能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但是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乘坐两辆出租车，他们的目的地是滨州市惠民县一个城乡结合部，而这里正好处于监控视频盲区，嫌疑人下车后就失去了踪迹。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有可能是不是在周围租房子了，在周围就嫌疑人有可能在周围居住，或者是住宾馆了，因为旅馆宾馆这是我们必须要排查的重点，我们去找了都没找到，因为到宾馆所有宾馆都有监控录像，没有符合条件的。在寻找嫌疑人踪迹的过程中，警方获得了一条新的线索，
案发前，三名嫌疑人正是从这里乘坐出租车前往案发地的。如今嫌疑人下落不明，那么他们会不会已经离开了惠民县呢？周围排查了，没有类似人员，周围的工地也去排查了，没有符合特征的人员。我们就假设这三个人会不会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然后我们就找这三个人，就14号晚上在惠民县打车前所有的卡口数据和15号早上在惠民县下车之后所有的卡口数据，就找车。经过深入调查后，一辆黑色轿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这个卡口数据，就发现了一辆黑色的内蒙古牌照的车，正好符合我们的这个时间，就是三个人坐车离开惠民前，这个车在周围出现过，然后整整一夜没有轨迹，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三个人在惠民县那个通了地点下车之后，这个内蒙古牌照的黑色轿车又有了轨迹，所以我们就基本确定这三名人就是乘坐这黑色内蒙古牌照的轿车离开了现场。然后对这个内蒙古牌照的黑色轿车进行研判，发现他是12月14号在济南方向来的惠民县，然后15号早上这辆车也是去的济南方向，然后我们就对这辆车的车主进行研判。根据黑色轿车的车牌号，警方很快查明车主是一个名叫张林的男子。这个张林我们对他一研判，有多次入室盗窃前科，并且都是技术开锁的，跟我们现场发案现场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车主身份出来之后，我们研判就更高兴了，这不就是嫌疑人吗？犯罪嫌疑人张林的身份已经确定，那么另外两名嫌疑人又会是谁呢？警方立刻对张林展开深入调查，希望能从张林身上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确定了张林嫌疑人之后，我们对他的交往人员、社会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呢，张林和张喜、王天交往非常密切。王天有多次盗窃前科，张喜有抢劫前科，然后我们就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三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确定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对他们的踪迹进行了追踪，结果发现他们在滨州作案后驾驶黑色轿车前往了济南市，之后就再次失去了踪迹。这三个人也突然消失了，没有轨迹了，这辆车也没有踪迹了，我们就找不到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三个人和这辆车的跟踪调查，然后到今年6月25号，公安部部署的这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白日行动，我们再重新梳理这些案子，还是有条件破的，又继续对这辆车和三个人进行研判。2022年7月2日，警方在济南市又发现了嫌疑人张林的踪迹。在对张林的踪迹进行追踪的过程中，警方注意到张林和济南市的蒋某联系密切，而蒋某的身份也引起了警方的关注。我们经调查呢，蒋某呢是一个酒水中介，经常会收酒卖酒，然后呢我们怀疑张林把盗窃的酒水销赃于蒋某，发现他们有一些大额资金进账，最大的一笔应该是6万多，这只是微信转账的一个最大一笔数额。我们怀疑他这种经济来往嘛，大部分应该还是走的现金比较多一些。2022年7月5日，警方得到消息，嫌疑人张林要把盗窃的高档酒水销赃给蒋某，警方决定在他们进行交易的时候实施抓捕。张林和蒋某进行交易的时候，张林和蒋某把酒水放到了蒋某的后备箱里，之后呢我们下达了抓捕指令。当我们张林看到侦查人员的时候，张林立马就上车
开着车立马跑得非常仓。大香，别动！等会儿，我们就控制了在场的蒋某，并清点了后备箱里面的涉案酒水，并对酒水进行扣押。另外一个抓捕组对嫌疑人张林展开追踪，最后在济南市郊的一个胡同里发现了张林。当时我们是让他下车的时候，听见他发动机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想着去击碎车玻璃，向里面喷射这个催泪喷射剂啊，让他失去抵抗能力。但是呢，在砸车玻璃的过程当中，他驾车继续向南逃跑了。张林驾驶汽车开向胡同尽头，然后汽车逃进树林。我们对整个树林进行开始搜捕，但是没有找到张林的踪迹。警方继续对嫌疑人张林展开追踪。当天晚上，在一家足疗店内将犯罪嫌疑人张林抓捕归案。也在同一天晚上，犯罪嫌疑人王天在济南市的一家烧烤店内被警方成功抓获。2022年7月10日，最后一名嫌疑人张喜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落网。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高原高寒条件下，救援演习打开帷幕。实景构设中，练指挥、练习统、练救治，检验应急医学能力现状，打造特色应急医学力量，为应急管理提供坚实可靠支撑。特殊救援一线正在播出。2022年5月11日，甘肃省张掖市举行高原高寒地区抗震救灾实战化演习，代号应急使命2022。应急总医院医学救援队和中国应急救援队一起迅速集结，奔赴演习现场。根据我们应急抢救医院的相关要求，针对这个灾种的预判，我们可以提前根据模块，比如医疗模块、装备模块、后勤装备模块，提前做好预备。接到应急管理部的指令以后，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的指定地点进行集结。一小时内出发，采用陆路、火车混合机动方式，奔赴甘肃张掖地震灾区，第一时间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报告完毕。接到指令后，我们迅速集结队员，通过铁路运输将人员在当天就运送到现场，通过陆路运输将装备物资运输到现场后，我们迅速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这次演习模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应急总医院第一时间响应救援任务，选派队员26名，携带35个箱组、71台医疗设备以及5G 远程会诊系统一套，组成中国救援队医疗模块，开赴张掖灾害现场。到了现场以后，我们迅速与当地的救灾指挥部取得联系，了解灾区的受灾情况，比如受灾的范围、受灾的人数，还有伤员的主要伤情，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呢，对医护人员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组，以便于后续的搜救治疗。应急总医院医学救援队到达现场后，在了解灾情的同时，第一时间快速搭建手术方舱和诊疗方舱，并配备了便携式生命支持系统。队员们争分夺秒，迅速完成准备工作。接下来，他们将面临诸多考验。高原高寒地区海拔高，气温比较低，温差比较大，太阳的辐射比较强，在这类地区进行伤员救治，对搜救和医护人员的体能都是一种考验。部分人员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比如头晕啊、头疼、高血压等等，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肺水肿或者是急性的脑水肿。对于医疗队员来说，不仅要继续锤炼这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现场救治的水平，更要锻炼自己的体能，达到能在灾情现场连续搜救的标准。救援演习持续进行，救援队的队员们在模拟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名伤员，并立即通知医学救援队。医学救援队赶到伤员所处位置，对伤员展开救治。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被困在二层的管道里。我们的队员在水泥板上打开一个三角形的洞，空间下降到管道内，才看到伤员的位置。伤员被困在下方空洞内，我们经简单沟通后，判断伤员神志清楚，观察发现他的头部出血，右肩有急性疼痛，而且不能活动。据现场情况，我们初步判断伤员为头皮外伤，右侧肩关节脱位，我们迅速对其头部进行止血加压包扎，右肩关节三角筋固定，随后立即转运。伤员从模拟废墟中被成功救出，然后用担架转送到模拟废墟附近的医疗救治点。在这个救治点，应急总医院医学救援队为这名伤员进行减伤分类。减伤分类是我们涉及到中大型的灾害事故中，医疗队员对这些伤者进行一个快速准确的伤情判定和分类分级。简单来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呢，是把这些伤员分成重伤、中度伤和轻微伤，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会在现场设置一个特定的区域，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伤情，啊，比如说用红色区域来代表重伤员区，用黄色区域来代表中度伤情的伤员区，用绿色区域来代表轻微伤的伤员区。通过对伤员伤情的快速判定和准确分类，来决定他现场救治的手段、紧迫性以及后送的运送顺序。根据这名伤员的伤情，医学救援队认定为中度伤，对受伤部位再次进行处理后，这名伤员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在救援演习当中，救援队员在模拟废墟中又发现了一名伤员，医学救援队立刻对该伤员展开救治。医生，在这。受伤多久了呀？大概多久了？现在？这个伤员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被掩埋超过72个小时，楼体坍塌后，他被这个坠落的天花板挤压在了二楼的一个夹角处。我们的队员经过破拆后，看到伤员意识清楚，但是左小腿足部被重物压砸，已完全失去这个正常的外形，大量的泥土、沙土混杂在伤口之中。为了避免它发生这个挤压综合征，我们迅速建立了静脉通路，同时进行简单的包扎，并迅速送到我们在后方的方舱医院进行处理。慢点。在医疗方舱里，医学救援队通过 5G 远程会诊技术与应急总医院的医学专家组成员进行视频连线，来确定对伤员的救治方法。各位专家好，我们现在在废墟里边啊，发现一名伤员以后，迅速经过紧急抢救以后救治以后，迅速转到咱们这个医疗方舱里边。方舱里面现在准备给他下一步做他的右下肢损毁伤的一个先清创探查。各位专家，经过探查以后发现这个软组织
大部分组织因为污染比较严重，还有神经血管的损害，感觉这个下肢这个肢体的保留这个肢体的可能性比较小，请专家给予指导，再不进行截肢。好的。缝合，伤口缝合。镊子，钳子，绷带，包扎伤口。患者生命体征：血压120/80，心率94每分，血氧饱和度100%，生命体征稳定，患者已经清醒，可以转运。好，手术结束了。远程会诊的技术呢，在这次手术中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对这个采取这个果断的措施，果断的这个决定，可以迅速的解决这个判定我们这个伤情，然后采取果断的治疗措施。从而为患者呢挽救生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患者已经手术完成，他现在病情他的比较稳定，生命体征都比较平稳，我们已经尽快给他转送到后方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个手术方舱较以往的医疗帐篷更加的配置高级，能够完成轻到中级的手术处置，包括一些复杂的外伤的清创缝合啊，包括一些肢体损伤的处理，比如说一些骨科手术，甚至包括一些截肢啊等等一些复杂的外科手术的处理啊。我们里边设置了麻醉、空气净化啊，以及手术所要求的一些无菌装置啊，这个较以往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应急总医院医学救援队利用 5G 传输技术，把被救伤员的诊疗参数、生命体征数值显示，现场方舱实时视频画面、受伤位置，以及主刀医生的声音同频进行全部整合，实现了实时远程会诊、诊断治疗及技术指导，达到了实战演习的效果。在这次演习当中，应急总医院的医学救援队还第一次演练了在核电站遭遇地震灾害的情况下对伤员展开的救治任务。核电站现在遭受了地震，然后部分厂房坍塌，然后核设施无人维护，同时呢我们用生命探测仪综合判断发现里面有被困人员，我们现在要进行对被困人员的搜索和救援。但是呢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时有可能会再发核泄漏，我们要注意自身的防护和安全。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个被困的伤者，被困伤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被困伤者现在在一个被掩埋的一个狭小空间里面，身上有诸多的杂物、砖头、水泥板等。现在我们救援人员已经把大的水泥板牵引开，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神志比较清楚，呼吸比较平稳，但是患者素上肢疼痛，然后双腿不能行动。我们初步考虑呢，这个患者可能上肢发生了一个骨折，脊柱发生了一个损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患者先固定，然后尽快转移出来。在这次高原高寒环境下的救援演习当中，应急总医院医学救援队在演习现场还设有检验方舱，布置了应急采血箱、临床检验箱组、食品水质快速检验箱组、核酸检测设备等。针对这次演习高原高寒的特点，医学救援队配备了高原增压舱、制氧机、防高原病药品等特定环境下的装备物资。整个队伍聚焦演习科目主题，解决了一些瓶颈问题，培养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强化锻炼了医学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为了做好这次应急演练的应对工作，我们这个从院里这个选拔了26名应急医学救援队员，涉及到7个专业领域，主要涉及到骨科、烧伤、检验、疫情防控、护理等临床的骨干，通过实战提高我们实战检验能力。应该说这个通过近几年的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的处置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